所以比较辛苦啊，都要上台和大家来聊一聊。欢迎两位。好，主持人好。小王好，我们这样，刚刚孙怡已经问过好了，再问一遍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是在《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》中饰演江生的孙怡，我很忙。很忙，孙怡非常忙哈。来，我们也欢迎第一次来到舞台上的天佑。大家好，我是《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》里面的陈天佑。刚刚那个 MV 好不好看啊？等一下，你们的答案不重要，好不好看？哎呀，哥哥坐不住了，哥哥。哎，看得出来哈，剧中。